这里是汉武帝的陪葬墓，是霍去病所安葬的地方。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霍去病和卫青这两座墓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两个封土，一个是霍去病的，一个是卫青的。朋友们好啊，动身跋涉千里啊，今天咱们聊一个老话题，霍去病墓和卫青墓啊，都是那个汉武帝茂陵的陪葬墓啊。为什么霍去病墓现在是如此的热闹啊，建设的也非常的好，并且有人经常祭拜，但是卫青的墓呢却显得十分荒凉。咱们今天要全面的来解一下这个话题啊。这个大的封土呢是霍去病的封土，我们可以看出来周围亭台楼阁、假山喷泉建得相当的气派，而且后世的名人都对霍去病赞扬有加。很显然霍去病的知名度要远高于卫青，那么明明卫青功劳大，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卫青的封土。卫青的封土是这个样子，光秃秃的，没有霍去病墓那样茂密的树林啊。同为汉帝国双璧的霍去病和卫青，他们的封土呢仅隔100米，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呢？后世呢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卫青呢是靠他的姐姐卫子夫当上皇后才攀了这层关系，但是卫青七战七胜匈奴，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个不得不肯定，司马迁也对此表示肯定。对于霍去病的名声呢要远要高于卫青这个事情呢，咱们重点捡几点来说一下。首先呢，像霍去病这样少年成名的其实都是非常惊艳的，比如说霍去病17岁就带800骑兵呢奔袭数百里，斩杀匈奴2000多人。这尊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的雕像啊，足以看出霍去病当时有多么的厉害。从这个匈奴的表情来看啊，是一种非常惊恐的状态。像霍去病这样少年得志的将才啊，历史上实在是不多，比如像周瑜、项羽最后都非常的出名啊。接着呢，咱们来说一下霍去病最有名的一场战役吧。这幅地图呢是汉武帝还没有征服河西走廊的地图，当然攻打漠北之战，也就是公元前119年的前提呢就是攻下河西走廊，这个我们暂且来这里不表啊。在河西走廊一役呢，右贤王布呢已经被歼灭的差不多了。公元前119年呢，汉武帝派卫青和霍去病进行漠北之战，此战呢是霍去病和卫青各率50000大军。卫青的路线呢是从定襄出发迎击单于主力，此时呢卫青是分兵两路，前将军李广先行出发，但是李广呢比较悲惨的是这次呢在大漠中迷路了，后来导致回来以后无功而返而自尽。卫青呢则是深入大漠1000多公里，并且遭遇了单于的主力部队歼敌19000人，并且追击匈奴200余里，抵达赵信城。但是最后呢，卫青呢在这场战役中没有得到封赏，为什么呢？因为战损大于战功，虽然是胜利了。另一路呢，就是霍去病带领50000精兵呢，去追击左贤王布。在追击左贤王布的过程中呢，损失了10000兵力，但是斩杀了70000多人。并且一路杀到了狼居胥山，在那里祭天封礼。狼居胥山就是现在蒙古国的肯特山。这场战役的最终意义呢，就是在于不仅驱逐了匈奴，而且扩大了汉代的疆域啊。但也有人说啊，说是卫青偏心啊，把最好的都留给了霍去病，然后总是给李广一些难走的路线。霍去病呢，在这场战役中呢，最终是受到了极大的荣誉，应该也是他的成名之作吧。2000多年以后呢，霍去病依然有很多人前来祭奠。那究其原因呢，其名声大的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霍去病有着卫青比拟不了的荣誉，就是扩宽疆域的荣誉啊。这个是后人来评说的。另一方面呢，去病二字呢，也让很多人过来摸一摸，认为就能去病，所以他的墓来祭祀的人特别多。我们接下来来沿着这条小路呢，去卫青的墓去看一下，解释一下在现代为什么卫青的墓依然受到冷落。到了啊，大家看一下啊，这就是卫青的墓啊，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卫青墓。
哎，这边的蚊子好多。卫青墓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这应该就是那个兵部侍郎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的这个清朝时期的文保碑啊。看看，是不是感觉跟那个霍去病的墓是截然的不同啊？几乎没有什么人来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文保碑上啊，看到没有？这个砖上面刻的这些字啊，很多游客来这儿刻字啊。但是其实呢，说实话啊，由于个别小说或者什么啊，对卫青的一些说法上的有失偏颓啊，所以呢，导致这个卫青呢，也是曾经被很多人误解了。这里看到啊，山上有一条小路，可以直通到上面去。封土上，叫错了，应该叫封土。上面还有人啊，这可是国宝级的文物啊。那么卫青的封土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接下来呢，重点咱们就来讲一下这个问题啊。咱们先从简单一点的来说啊，据说是周边啊，为什么呢？其实看到那边的古园没有？这是个古园啊，其实很博物馆的人呢，我刚也咨询了一下，是这么回事啊，就是因为啊，本来想把这个扩进去呢，但是其实扩进来呢也不容易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边有果园，你知道吧？这个可不是一个小工程，你把人果园占了，肯定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呢，这个卫青墓啊，才没有得到更好的保护。这只是现代的一个原因啊。再有呢，就是咱们刚才提到过的霍去病墓啊，大家有的还是冲着这个去病两个字，去病这两个字啊来说。其实许多人呢，都是从这个字面上理解的意思，就是说呢啊，去摸一下霍去病的墓碑啊，然后病就去掉了，是这么个意思大概。